看到一波波乳波豚浪迎面来袭，就知道内衣品牌又在发表新品了。只是这回代言人竟然找上只有 B 罩杯的名模林可彤，但当他压轴走出来的那一刻，令在场所有人都好惊艳。剧以及 MV 气质清新甜美，获得许多粉丝的喜爱。近年来也跨足主持，并且晋升了畅销作家的行列。可彤爱运动，喜欢练身材，更希望每个人看见他最好的状态，认为梦想不能原地踏步，曲线要求极限。穿上 Walker 绝美双翼 bra， 就像拥有了美型教练一般。都说好的内衣带女人上天堂，林可彤瞬间跻身到 D 奶，恐怕连她自己也没想到。她表示自己试镜内衣广告已经长达10年，但都因为胸部太小而被打枪，直到最近因为健身有成才被厂商相中。只是为了拍内衣行路得穿很少，男友会不会因此吃醋呢？没有啊，因为我有跟他说，你看那种国外的那个内衣女模都是跟里奥纳多·迪卡皮欧在一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你现在的身价真的很非凡，所以他很开心啦，就觉得这里把你拍太漂亮了吧？怎么平常看到你没有那么漂亮？就是那结婚吗？今年有想要结婚？就是华哥让我不能结婚啊，他说我不能怀孕啊，既然不能怀孕就不用结婚了。今年 ，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